听说你要用隐匿嫌犯罪起诉我吗？谢谢你让我跟盛修这么快就变成一家人。一家人？现在和你是我爸的合法媳妇，不要随便对我的女人动手，知道吗？吴和尼，要是知道你亲生父亲的死跟葡萄镇有关，会变得怎么样？所以我爸开直升机去接的人就是……那是真的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魔女不哭，东森戏剧台。